在双人运动的时候，到底是开着灯好还是关着灯好呢？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对于开不开灯这件事情呢，这男人跟女人他还是有区别的。男人嘛，我猜应该是喜欢开着灯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男人的感官他比较强烈，光是耳朵和四肢的感受，这个给予他们的刺激感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说他们更喜欢是开灯的，他能够看到你表情的变化，而且这种感官刺激呢，就会让他们感觉更加的卖力，更加的回味无穷。但是喜欢归喜欢啊，有一个小细节你千万别忽略了，那就是当你们正在准备进行感情交流的时候，你要提前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异味啊，你一张嘴再好的氛围感都被你搞没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建议你们呢，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一款口腔喷雾了，我也叫它做是接吻神器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但凡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你就提前喷一喷，淡淡的果香味啊，清新自然，不仅能够展现出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还能够凸显出你独特高级的品味。操作起来也很简单，小小的这么一支啊，携带也很方便，不管你多大的年龄都能够学得会，试一试吧。视频左下角赶紧去抢。